北京时间9月12日凌晨2点45分，欧洲国家联赛继续进行，冰岛坐镇主场迎战比利时。上半场阿扎尔点球破门，卢卡库扩大比分。一边再战，卢卡库在下一城全场战罢，冰岛0-3比利时。比赛亮点，两连败，冰岛队在两场欧洲国家联赛的比赛中都败给了对手。闪电战，比利时队三分钟两球基本锁定胜局。精彩回放第15分钟，博兹瓦尔松横传，西于尔兹松推射被后卫挡出。第29分钟，卢卡库攻门被后卫拉住，裁判判罚点球，阿扎尔点球一蹴而就，冰岛0-1比利时。第31分钟，孔帕尼头球攻门被挡出，卢卡库补射破门，冰岛0-2比利时。第56分钟，卡拉斯科传中被后卫解围。第58分钟，卡拉斯科传中，穆尼耶打门偏出。第63分钟，卢卡库的球后分球，穆尼耶插上外脚被打门偏出。第81分钟，莫腾斯传中，卢卡库门前捅射破门，冰岛0-3比利时。出场阵容，冰岛伊哈尔多松23，斯库拉松武因加松6，拉格纳西于尔兹松2，塞瓦尔松8，比亚尔纳松18，比亚尔纳松10，西于尔兹松16，西于尔永松20，海尔弗雷松22，博兹瓦尔松7，119七格索尔松比利时1，库尔图瓦2，阿尔德维雷尔德4，孔帕尼5，维尔通亨11，卡拉斯科72，查德利17，蒂勒曼斯79，19登贝莱6，维特塞尔15，穆尼耶14，莫腾斯10，阿扎尔88，16小阿扎尔9，卢卡库